大家好，这盘是一盘主持录像，但是主持呢，在这里面并不是一个主角。我叫 Orit。这盘项目重开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容我三思，顺手牵羊。那个最好的两个化身了，基本上，一个是吕蒙，一个是张红张昭。回合内克己，回合外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非常好的万物苍生，幻化由心。孤阵不倒牌，非常可以。杀！还是孤阵不倒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过。我惹你们了吗？现在是盲狙交缠，决斗，无懈可击。无懈可击。可惜位置不太好，靠得住。大丈主夫，持的位置不何好，惧小节，交我缠比较何靠调？谱。杀！昏君啊！阵亡，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势。借刀杀人，杀！闪电，决斗，无懈击，休养生息，被雷杀待敌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过河拆桥，雷杀！哎呀，没跳死！幻幻无穷，且慢，生生不息。杀！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桃源结义？的确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万物苍生，幻化。游心，无中生有，杀！卖个萌了，爱兵如此，胜乃可全。好，李典不杀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南蛮入侵，雷杀。吐故雷杀，杀心法九天家，闪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魂前日久。当前即贵，出其不意，勾度阴平，直取所好。给拿走了，雷杀，没闪杀，哎，幻幻无穷，生生不息，容我三思，火攻，这个主子揪着不放，嘲讽太高可能是。吐故纳新，施法天地，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化？请令老臣直言，解锁连环。那个是中，应该是。为臣者，当报复一件。陆逊。大家都能上。万物苍生，幻化由心。到现在为止，一张牌没出正道。好，射了这马，诸葛亮的过河拆桥，捡一马能杀到孙权了。雷杀。好，乐英跳反，两个反贼出来了，剩下得忠臣了，应该和内奸。众将此战，
非我之功。你也继续不杀。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李典应该跳了一个内，托管，直接托管。李典直接托管。闪。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无懈可击，火杀。拍拿走。现在就诸葛缓缓无穷，生生不息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剑就直接打主了，解锁连环九雷杀。点一下，这时候呢，主攻雷杀，这个左慈呢，一看两滴血下去，彻底绝望了，然后呢，也就离线。我们看看。很惨的，这时候左慈觉得没希望了，就离线了。哎，没想到李典掏出两个桃救了左慈，左慈人走开了，都没看到。准确下回到四血，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左慈可惜了，化身都没要，直接扔牌。绝斗！这离开，诸葛亮先跑了。哎，这左慈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知道吧？不到最后死，不能放弃，知道吧？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希望。现在所有的希望就压在黄月英和诸葛亮身上了。左慈这一招败招，本来左慈两张杀，一个借刀，随便借个陆逊的冠师斧也好。李典的青龙偃月刀也好，都可以。然后两张杀，至少还能对孙权造成一点伤害。继续这样可以减低黄云和诸葛亮的压力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杀。好，黄云准备收了左慈，这边拿三张牌，看能不能爆发一下子。因为手上杀不多了，应该是。锄禾日当午。汉帝古罗相，拿那个化身施法，化身大师都是好化身啊，最好的万箭齐发的也有，哎，可惜靠的主太近，被主弄得一塌糊涂。长枝鸟化风，好，欢迎风声，再来两张杀，可惜了，都是闪。过河拆桥。无懈可击。好，还没拿走，诸葛亮都不能拿走。杀，杀李典。闪，牌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牌是万万不。最后的希望基本上就在诸葛亮身上，诸葛亮冲了两杀，他还要关心，应该能拿到，直接对准没牌了，诸葛亮滴血，邓艾应该没逃了，感觉，所以这已经最后的希望了。知天意，逆天能，火杀。蒙元入侵，火杀，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父亲，好去了。这游戏我主要就说的是，千万别放，剑一剑杀不好。我实在有点亏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